常辉。今年十八岁。我速度很快。初中，初中体重上面来看的话，其实还有可能是可以的。我也不是我比你慢，我是比。对于张辉来说，蛮辛苦。这个大赛，不是三分。张辉这个三分，张辉三分，还有这边白金是拿到了七分，不是三分。张辉三分。Ends, ends, dance, put that upper bell, put that upper bell.